开始吃的时候会觉得排便比较多，量比较大，初期会有一点黑，然后比较臭，但是不要担心，它就是将你的体内一些不好的废物给排出来，让你瘦得更健康。我推荐那些对于吃药不适应或者是没有信心的人，它让我的代谢和气色都变好了，那小腹也变小了，比较不会有手脚冰冷的问题，将我的生理机能调整到最佳的状态。